九只马入晒闸，黄旗举高，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咧，慢一少少咧，仲有个金星球嚟噶，咩位置咧？就系嗰只路啊，晋升威威前面快咧，怼咗出嚟先啊！大星，但系里边咧栏嗰边咧就揞住条栏咧，唔俾佢放头嘅，就揞住呢个城通传奇嚟噶。第三位中间位置咧，亦都系城通之宝喺落博当波斯位嘅。第四位里边落到胜利宝啦，中间位置咧就有城通靓马，开边顶住凌想，尾四位置咧暂时嗰只马龙星宏利啦。咁啊，再嚟咧五六个马位啦，先至见到尾位置晋升威威大包尾国金星球啊，暂时入镜嘅。啱啱过呢1000米段处啊，前面放头两只马斗。肥噶，里边落到即系黑色帽嘅城通传奇啦，开边咧怼两步，咁啊大星都要把头跑嘅。第三位就城通之宝啊，拍咗开边咧，就得城通嘅马，城通靓马嚟噶，喺三四位。内人博斯位第五位见到胜利宝啦，开边一路骑紧凌想啦，咁啊尾三位只龙星云你冇得变过噶，暂时见到两只马咧晋升威威，脱晒只国金星球啊，转紧呢个500米啊最后直路啊，两只马斗法都好快，但系直路都睇下散唔散得。里边落到只城通传奇一路顶住开边大星，第三位揿咗上嚟城通之宝靓位嘅，咁啊亦都系城通靓马大热门20蚊喺第四位慢慢上噶，咁第二位一路骑紧，我就反而话我哋胜利宝啫。开边蚕食紧就结纯咧，见到系龙星宏利啦。尾三位置系凌想，尾要上翻少喺栏嗰边，见到晋升威威脱晒只国金星球，兜到嚟最后呢个二百路程啊！开边一骑咧，一对城通马啊飙嚟咗少少啊！开边我当城通靓马，中间紫色帽系城通之宝嚟噶，靓马叮当马头斗啊，同七糟哥。第三位龙星宏利过咗呢时啊，叮当马头都系城通之宝赢啊！跑第二名城通靓马，第三名龙星宏利，第四名先见到胜利宝咧。输好远噶啦，已经吓一 Q 埋咗，但系咧就城通之宝赢吓。Q 咁啊，头先开飞啊，城通之宝大热，而家咧倒到翻转啦。47蚊 win 啊，系啦，但条 Q 咧一路都热，得翻咧就系56蚊系咯，56蚊 Q。真系恶斗，正菜都冇咁正系咯。表现好准成，仍然系龙星宏利，虽然啊唔够跑第三，系啦都跑够齐第三。入咗最后200米。城通系都排队收钱啊，系啊，睇下边只 win 嘅啫，一系争在唔系平头啫，我一定唔系，肌肉紧噶都，系啊，肌肉紧啊。阿余建雄周围尖堆先，原本呢个普件事嘅话，周围尖堆先，都排得好噶啦，好，即系城通靓马都留，诶，转翻三四位啦，已经系咯，转翻三四位，47蚊 win， 56蚊 Q， 咁啊次热 win 大热 Q， 咁啊马牙都跑得绝噶啦，冇办法啦。第四名就输好远嘅胜利宝，7183啊，暂定名次。不过跑咗冇耐就知道大星冇噶啦，冇啦，俾人顶出外。嗰只五毛，嗰只五毛城通传奇就暴速噶啫，一路顶住你咪咯，一顶住佢知佢冇。呢啲有晒部署嘅，当然三只唔通啊，全部喺前面顶自己咩？冇理由噶嘛先。好啦，第一只镜呢度一对城通学嘅马双双咧，一骑已经飘嚟噶啦，又跑第二。佢个磅都几浪，有时真系靓马，133磅始终噶嘛，系咯。你支保125系咯。上次输俾金枪，金枪世界系咯。佢拉屎嘅一百都追越追越近，不过都系输个马头位嘅，翻到嚟都系越追越近，但系过唔到嘅，睇到细过唔到嘅，即系过嚟过去过唔到嗰只嘅睇到嘅。咁啊，依家梗要影相啦，不过就分到噶啦，争8磅啊！系啊，你有时个磅位争8磅就系啊。摩士父之马房嘅城通之宝跑咗几场咧，上名今场咧就赢马。咁即系你睇翻马房，你就唔怪得只晋升威威冇飞啦。主力喺晒呢度，冇啊！嗰只好安全啊！一跑沙地跑，一跑沙地。呢度大星俾只五毛一涉咗位冇啦，涉咗梗冇啦。咁嗰只五毛梗系顶你嘅咯，安仔系咪先？话俾你埋得了系咪先？佢安全得嚟咧，只系喺嗰只国金星球前边嘅啫，系好安全嘅。转翻嗰两只脱晒自己，我都唔使叫噶啦。呢只快马一拉开，咪益咗只七号咯。只七号冇遮冇挡啊！